魏全龙主场迎战统一狮，连胜中的小龙虽然目前排名是坐二望一，但猛狮可是带着五连胜的气势来踢馆，而且魏全自己不争气，开局一个守备失误，直接让统一开路先锋邱志成站上三垒得分大门，第二棒陈杰宪连安打都不用，打球扫到中外野，够远了，1-0，统一先持得点了，而且这还只是开局而已，接下来统一是棒棒相连到天边，2、3、4、5、6、7局全部都有分数进账，扣除掉苏志杰的阳春炮。清一色是机关枪打线的安打串联，而且他们不只是打线威猛，投手球上更是威风八面。先发布雷克主投七局，只被敲五支安打，送出四张老 K， 没有失分。接下来登场的江晨峰和邱浩军也没有让小龙越雷池一步，连一支安打都不给。中场统一狮就以7-0完封魏全龙，收下一场漂亮的胜利。我来体育台纵报道。